艺兴哦，他真的厉害的地方是他的音乐底子太强了。对对对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网络上 YouTube 上面的，一几个人哦，我都生就这种的乐器，而且是同时哦。啊，几个人我都能生下的嘴，同一时间啊，同一个时间玩三种乐器，怎么可能？哎，可以的。我跟你讲，那你跟我差不多哎。哎，大哥，也算我是同一时间可以做。做三样事情还可以唱歌啊，那个哪三样？三样事情呢？昏干的，搁啉水，搁刮搁唱出来。哦，大家是才华，你那是歹习惯，你看。哎，我你讲无，你看卖，加一支烟，搁啉水，还搁刮唱会出来，你。啊，不，你那种跟那种无感觉。无感觉对啦。对呀，他那个真的很厉害。真的吗？看过，真的。我是不管，我没有上网。那你要不要看一下？现场，现场可以看卖。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？我要带来我新专辑的第一波主打《作对》。作对，作对，来，我先来，来。只将爱丢你哟、哦。
的歌声有够好听，有够迷人了。好，拜托你，哈，你嘛较小可控制一下，我唔知道你这这款个性搁变起来。无啦，我无你想你就其他是要创啥事？是啦，我知影吼、啊，你知道我是为我唱的。哈、哦，是咪为你唱？我那是为你唱。你阿爹阿唔是，讲叫我唱这条歌，给小君君听，对不对？安尼伊就感动，伊就爱我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是讲叫我教这条歌，阿、啊、你去唱好了。教我唱啦。滴答滴答啦啦，你都有听到啊。主将爱丢你哟，啦啦啦啦。主将爱丢你哟，啊啦啦啦。啊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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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够赞的咧。哎呐，阿都跟你讲，你卖。来，我哩无闲，你来，我咪安怎你照顾？嘿，啥？你到位啊？妈，不是不，喂，妈，妈，哎呦，到位啊！小君君，啊，主将爱着你哟，啦啦啦啦，主将爱着你哟，啦啦啦啦。啊，你不是要烂身的，我就给你啊。到底什么代志啦？我母也要来啦。啊，嗯，啊，听着，哎呦，啊，你母来是好代志，什么你要给我？哎呦，天地呢？哎呦，终于好母啊，找到你呀！好，母啊，今晚在落车，好，睡到位，你看麦啊。妈，你来家，我明仔做工课。哎呦。好、哦、你若逐个我若咧敲电话互你吼，啊你就拢常常拢无甲我接，啊有当时我拢甲你关心讲，哎呦啊查某囝，啊你有交着女朋友无？你拢凊彩讲。男朋友，你讲想跟我错一个。无啦，你母啊有当时出嘛有一点吼失忆症，头前甲阿彪咧小跳。我即摆上惊你，就是你安尼话啥咧乌白讲啊。不会啦，这是你终身电视水母爱甲你关心，啊你到底是找着啊？不会啦，见你来啊，那我就是为甲你实讲。爱讲爱讲，无你母啊常常咧敲足忝的咧。妈妈，我来讲。好，其实你未来加菜几家？哎呦，这两撇嘞！我那不是。哎呦喂呀啦！那这我都介意，嗯，你都嘛介意，爸爸嘛两撇嘞啊！你真正帅哥。这个是准啊！你玉玲，这妈妈嘛吼。哎，对，你嘛叫好啊！我来当。我是好嘞，我跟你讲啦，我是家的站长啦，吼。好。嘿啊，站长啊，这个阮家的清洁工啊，嗨。我肯定就是早间嘛，吼。嗨。我肯定早间是无安怎啦，嘿啊。无安怎？到底要安怎？哪讲你凊彩讲讲，伊是清洁工，吼。啊，你是站长，啊，凊彩目睭若无看嘛要经营，这个 OK 啦。哎呦。面对看似美满的婚姻，怡君能如愿嫁给站长吗？你是清洁工，吼、啊，你是站长，啊，凊彩目睭若无看嘛要经营，这个 OK 啦。哎呦，没错。稍等嘞，稍等嘞，稍等嘞。啊，虽然我是清洁工，你是站长，但是照看一下吼。我是对一点呢，也输赢。啊，无恁借问的，无恁是得一点赢伊。迄都毋是我咧操蛋的啦。嗯，当然啦，我无伊缘投，嘛无你的票票，嗯，嘛无你的地位，嘛无你的才情，嘛无你老唱歌，嘛无法吹球。我无一点对的着。加讲因大兄加讲的，所以讲查某囝，你嫁伊，妈妈担心。好啦好啦，你老转转啦。好啦好啦，拜托个，卖阁乱啊啦！你啊，这么些人，遐尼济啊，你定定定，你一搬一出来，这车要入站啊啦，去公布一下，公布一下啦。你重要时阵就爱去公布，来啦。各位旅客您好，现在第一月台要进站的是22:40，开往台东的自强号，请各位旅客赶快上车，谢谢。你予我踮在车头等几年，目睭内只有别人成双对，孤单的我梦想天边，多一粒失败的钱，不是我欢喜相思。我已经付出真情意。
伤心的我想好离开，我紧回来家己身边。少年嘞，我看你安尼出出事事更难抓了。你是咧啊？找不出口哟，出口你阿去啦？我知啊，我知。嘿，啊，你知你是咧说来说去咧说说啥？无啦，我是比较等起来是雅婷的查囡。哦，就等人啦。哦，雅婷，怎么着啊？啊，雅婷这个人你知无？雅婷哦，哎，雅婷跟那这富军这砖头的家吼，上无百几人，这什么菜市啊名的啊？百几人了？嘿啊嘿啊，你若有组织还是什么，我就较好找啦。对啊，安尼我家好。哎。有只一条相片咧，你甲我看有熟悉无？有看过这个查囡仔无安尼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敢那面熟面熟。哎呀，就这阵啊，我查某囝的那还行啊。妈，你叫我创啥啦？干啥？我查某囝，我查某囝。我这个相片哦，跟你外同款的咧，唔是你来看麦啊？对啊，你看，这干你的咧？三弟，我你提我的相片要创啊？唔是我提啦，哈，这个人客。亚平，我终于找到你啊！你是亚平？我唔是亚平，你唔该讲。哎，唔通安尼手来，卡来手来，阮阿未嫁接阮查某囝咧，阮查某囝做怡君，唔是雅婷哦。你的名唔是做雅婷哦。我叫怡君。哎，我辛苦赚一百万都无啥路用啊。少年啊，嘿，你讲这皮包内底得一百万咯？嘿啊，哦，当官快了。我这个皮包内底有一百万啦。我借问，你这一百万是要什么用途啊？要创啥？伊我感觉哦，我开间雅婷哦，足多安尼哦。我想我若拄着伊一天哦，要送伊一百万哦，安尼代表我心意安尼。好了，哎呦，雅婷啊，你有听无？亚婷，你家啦？亚婷，你家啦？啊，你这个屁呀！我是亚婷啦。哎呦，你来讲干呢？啊，你要凊彩个讲黑啦黑啦哼哦！啊，都有一百万通好赚了。哦，那比你上班都我亏我赚嘞，赶紧答应你。安尼好，亚婷，不然跟他说，时间赶紧。你是不是搞错啦？没到。无啊，啊你坐名车遐久啊吼，我想讲我若拄到你，就要带你坐飞机来日本办咱的结婚典礼啊。哎，我小戴，你安尼一见面就要跟我查某囝结婚？